玩偶缓缓举起张大全菜刀，是要杀了面前的女人。他猛地冲了过去，结果下一秒却被女人一脚踹飞。捏妈妈的，米其林专用菜刀，拍算不行，杀人就这。闺蜜在浴室听到动静，探头询问。玩偶听到后灵机一动，又拿起桌上的烤面包机，悄然靠近浴室，然后面包机下了水，却没有漏电电死闺蜜。一人一偶四目相对，这咋回事啊？剧本不是这样演的吧？原来这二货忘了插电，这下尴尬了。眼看暗杀暴露，玩偶转身就跑，闺蜜也赶紧拿出电话向男友阿伟求救。就在昨天，三个年轻人搬到这栋别墅，他们在阁楼里发现了一个被钉死的木箱，几人想都没想就把木箱撬开，发现里面躺着一具木偶，一旁的标签上写着他的名字芬丽。阿伟不怕死地把芬丽拎起，让他讲个笑话，结果下一秒不过闺蜜马上就发现这只是阿伟的赋予术，芬丽压根就没开口说话。虚惊一场后，几人又把玩偶塞回木箱，殊不知芬丽已经从沉睡中苏醒。晚上小美正准备入睡，被一阵铁链声吵醒，她起身一看，就发现芬丽坐到了椅子上，感觉邪门的她把芬丽丢到门外。第二天小美下楼吃早餐，看到芬丽出现在餐桌，小美怀疑昨晚都是阿伟的恶作剧，就算想背着闺蜜泡她也不是这么整的。在女友面前，阿伟听不懂小美在说什么，吃完早餐就上班去了。而等他走后，芬丽此时已经把眼睛瞥向了桌上的菜刀，于是就上演了最开始滑稽的一幕。连续失败两次，芬丽成了灰心啄木鸟，但听到门口阿伟回来了，立马又提起了精神。他拿起棒球棍藏在楼梯旁的转角，正要不讲武德偷袭阿伟，听着脚步声接近，他一棍砸向阿伟的头，结果因为太矮打在了台阶上，这下丢脸丢大了。但作为恐怖杀人玩偶，芬丽并没有放弃杀人的小九九，即使三个月过去，她已经在大家眼里毫无威胁。这天她想在饭菜里倒老鼠药，直接被闺蜜一掌拨开，可以说是毫无牌面了。她眼咕噜一转，再试一次，终于糟蹋了好一顿饭，也惹怒了大火。小美把虚弱先生递给阿伟，喷了芬丽一脸。众所周知，杀人玩偶害怕洁厕灵，大家可以多备点。然而即使屡战屡败，芬丽也依然没有放弃。这天阿伟准备出门，芬丽想用塑料袋闷死阿伟，然而她忘了闷住鼻子还有嘴巴能呼吸。You done now？ 芬丽傻眼了，你这不按套路出牌呀！再试一次，阿伟可不打算陪他疯了，直接一把扯下塑料袋。芬丽见目标挣脱，也一溜烟的逃回了家。When are you gonna give up？ 接连的失败让芬丽感觉到屈辱，她跑回房间想学习前辈制作机关坑杀屋子的住户，先在地毯上铺上钉子，然后倒上一地的玻璃珠，最后再砸碎杯子制造动静。等住户们上来，就会摔到钉子上大出血而亡。可闺蜜一推门，玻璃珠都被推散了。完了，忘了门是往里开的。芬丽猛敲自己的木头脑袋。You're so dead。晚上给小美举办生日会，阿伟模仿着芬丽滑稽的动作，几乎把嘲笑写到了脸上。这波伤害不大，但侮辱性极强。芬丽终于忍不了了，她冲到厨房，摘掉生日帽，然后拿出易燃喷雾，打算在他们吹蜡烛的时候烧死这三个损货。可她抓住机会，一跃而起时，喷头拿反了，全糊糊到了脸上。这天大家在看电视，芬丽终于又找到一个机会，她把弩架在阿伟身后，然后把棉线绑在扳机上，躲到墙角，等阿伟他们看得最入神的时候，猛地一拉，中了中了。芬丽兴奋地跑出角落，她现在嗨到不行，结果低头一看，弩竟然掉到了地上，阿伟没有中箭。芬丽抬头一看，箭正插在天花板上。而大伙之所以惊呼，是因为猫猫在家里拉了响，眼看就要把猫咪赶出家门，芬丽立马护在了猫咪面前，因为猫咪是她的宠物，她要为此负责。于是阿伟按着她的头，让她吃猫饷。芬丽这次真的被打击到了，一想到前辈们的战绩，再看自己已经0-5了，这活是真的干不下去了。她走向阁楼，向猫咪告别。她明白，她明白，自己给不起猫咪幸福。他把自己关回箱子里，眼角默默地流下一滴泪珠。他是杀人玩偶界的耻辱，提着菜刀冲锋，结果被人一脚踹翻，往水里丢电器，结果忘了插电，完事了还反过来被人类欺负，吃了好大一口猫饷，屡战屡败，芬丽彻底不想活了。他把自己锁回木箱，在黑暗中默默流泪。而就在他自我封印当晚，两名匪徒从偷偷溜进了这个家，三下五除二地就把住户给绑了。芬丽听到楼下的动静，突破封印下楼查看，此情此景，芬丽那是一个乐呀，就差场好运来了。然而下一秒，匪徒把枪对向了猫咪，芬丽一看愣住了，敢对我的宠物动手，小伙子路子走窄了。刹那间，屋里的灯光暗了下来，两名匪徒慌了神。这时他们听到楼上有动静，其中一名上楼查看，他循着声音来到阁楼，手电筒照到玩偶堆里，芬丽就藏在里头，但匪徒并没有发现这个画风不同的家伙。他转过身，脚下无数玻璃珠滚落，正疑惑着，芬丽突然弹起，匪徒被吓到，双脚在玻璃珠上一滑，双掌扑向了带刺的地毯。
还不等他起身，塑料袋就套到了他头上，活活将匪徒闷晕过去。紧急着，芬利将地毯一卷，把匪徒裹了起来。他伸出头，晃了晃手中的刀子，然后对着匪徒就是一顿扎。苦练三个月的丝滑小连招终于派上了用场，第一名匪徒被他扎死。芬利发出狂笑，笑声引来了第二名匪徒。他循着芬利故意留下的踪迹来到卧室，此时芬利正坐在椅子上，匪徒却没有察觉不对。趁此机会，芬利掏出弩箭朝着匪徒的膝盖射去，匪徒吃痛倒地。他来到卫生间要清洗伤口，突然听到浴缸有声音，探头一看，一个烤面包机躺在水里。这时灯开了，匪徒转过身，芬利就站在身后，一手拿着易燃喷雾，一手拿着火柴，瞬间火焰迸发到匪徒手上。匪徒慌不择路地把手伸进水里，芬利紧接着就给面包机通上电。就这样，芬利成功让两名劫匪领了盒饭。因为这次事件，芬利终于融入了这个大团体，人们给他买了新衣服，但当他们喝奶时，却发现嘴里有股怪味，咸咸的，丑丑的，像猫翔。面对众人的提问，而芬利只是笑笑没有说话，然后摸了摸猫咪的头。我是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芬利只能送坏人领盒饭，绝不能送好人领盒饭？那么大家想拥有这么一款芬利玩偶吗？